心跳真的很慢，你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没骗你吧。当月亮变成一只金钩的时候，它旁边有一颗最亮的星，就是我们族人居住的星，它叫天湖星。那你们族人来到这儿要多久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应该要好多好多年。那你是人吗？我是一只狐狸，我已经活了好多好多年了。可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啊。那我也要当狐狸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狐狸可以活那么久，而且一点都不老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你在一起好久好久了。听到几下？三下。所以现在想起了吗？你心脏有问题吧？关皮皮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害怕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心脏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是不是应该快点去检查？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先走了。我们采访还没做完不是吗？采访什么呀？我这样写出去会被人骂的，谁会相信啊？你相信我就好了。今天谢谢你，谢谢贺兰先生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吗？哦，来一份海鲜炒饭吧。那个是双人份的，量很大。那有什么是一个人吃的吗？那给您来一份单人份的牛肉饭套餐吧。走开路吧，把我衣服都弄湿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赔啊你！他已经道过歉了，请你们离开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干嘛？这，你给我等着。等着，等着。谢谢。
服务员，可以再帮我加杯水吗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店已经打烊了。没关系，那结账吧。